你俩是情侣吗？抱成那样还不是情侣啊？是，好幸福哦。你这不是情侣是什么呀？啊？问些废话。祝福你们。想有啊，就你们一起来的吗？我真好，还可以一起来。我跟他一起来，我这，对啊，怎么样？我跟他一起来，哎。那你俩不就一起来的吗？是啊。对呀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讲，姐，2021年的情人节我跟他过的。你知道，你知道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吗？太碎了，就因为我的车坐了他，我车在路上抛锚了，那车胎就爆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就是我就跟他在，就高速上就，你知道有多衰吗？真的太衰了，我真服了。高速上后来来有车有那个拖走的，对。然后我跟他在高速，然后呢就实在打车打不到，就在那儿走了一段，有缘分。哎呦，要纪当然纪念了一下。